黄小琥的歌。来预告一下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多久？在大约八分钟之后要进行我们的五点半的摸彩。所以如果大朋友小朋友在开车的或骑机车的骑士们，如果不赶时间的话，可以绕过来我们的虎尾寮门市来做一个消费，消费只要满200元就可以参加摸彩哦。摸彩，对，而且现场有非常非常多的奖品，而且还有CD 卡费第二杯半价。对，哦，第二杯半价，第二杯半价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啊，非常的诱人。好，今天刚好是我们那个2017年的最后一天上半天，对不对？哎，对耶，12月29，封关日啊，封关日，封关，俗称封关日，对，封关日，对，那所以就是其实要来庆祝一下，就是要来我们是的，是的，庆祝封关行情啊，就让大家来这边消费，满200可以怎样？可以摸彩，摸彩，哦，对，对，买杯热热的咖啡犒赏自己，然后可以听歌，对，是非常不错的享受哦。所以大朋友小朋友如果不赶时间的话，可以绕过来我们的虎尾寮门市。OK， 好，那带来这首歌，紧接着这首歌非常热闹，来自黄小琥的《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》。为了你看，我的眉毛为了
歌，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谢谢大家掌声啊！对。